好啊，大家好啊，我哋继续玩落去啦，第九集死之迷宫。警告有啲咩陷阱呢？唔知道。咁啊，睇下边啲系呢两步唔出噶啦，暂时都。出呢好试下咁啦，总共十部机，咁然之后咧睇下敌人先，咦好似唔好多啊，唔系上面都一扎，咁跟住咧其实就。睇下先呢条路 ，OK。应该佢自己都会出嚟打我啦。啊，有边？然之后睇下边部有精神检索，睇下有边部有信赖先，得一部。不过好过用爱美神啦。系咯，用呢部机好过用爱美神啦。一来就系佢可以用两次信赖。因为佢可以用两次信赖啦，然之后咧又又有比较远嘅射程，不过就容易啲中招喎，似乎。好，睇先。玩下嘢先，玩嘢啦就兵分两路啊。白色嘅喐呢边，唔使。呢边有四部，呢边有四部机啊，够，都唔使咁劲。啊，一于咁啦。我兵分两路，暂时系咁先啦。即系如果走错路嘅话，咁啊可以掹翻转头嘅。但系因为佢都似乎会兵分两路，咁啊不如效率高少少啦。因为咧，我上一集咧谂住喂，打得快少少啦，咁但系原来快少少咧都快唔到几多，都要差唔多成个钟头一集。其实你见我咧都已经打到唔系好谂噶啦，即系大家个命中率差唔多吓，算啦互拼啦咁样。咁要有啲危险噶，因为我唔知道究竟有几多嘅。我唔知道有喺边啲援兵喺边度出啊！所以係有少少麻烦噶，有机会。其实都喐得几慢嘅，机动力比较低。好，佢呢度喐得快冇乜所谓嘅，因为我前面 hero 机。
呢一集我收唔收复啲咩机咧？吓，一阵间我再睇下先。呢度唔掂啊，未够。啲人啲速度太慢啊，跟唔到上嚟住。哇，有得攻击竟然，我真系得喎。我打你先。哇，唔得喎，再攻击咁咪死喎，又算啦。除非佢打唔到我，如果唔系咧，佢就死紧啦。哦，唔系添啊，再攻击啊，唔系再反击啊，系再攻击啊，所以死咗啦。大家都系 level 十啫，都唔紧要。同埋 hero 机系攞经验值系唔需要咁吝啬嘅。呢个得格斗啫，咁所以咧，只要系喺呢一格，就完全就啊，唔系，都会有危机，因为佢可以射到我，傻咗添。其实唔应该摆喺呢个位，同埋摆得喺呢个位咧，就会导致到佢唔埋嚟嘅。所以有啲蠢咗。都系有索性过埋佢啦，反正都有一隻会俾人打。嚟啊，下一个回合，我啊真系唔知啲咩点死之迷宫法啦呢、這个。再反击嘅意思系咪可以打反击都可以打佢两次？哦，真系喎，咁就咁啊，真系好快搞掂佢，又攞十二点经验，不过升级啊，应该有排升。喂 ，F 九一，扣廿八，咦？咦，有啲麻烦喎，呢度俾扣咗十七。系啦，因为佢喐得好，因为佢喐得够快。点算呢？好，搏佢打我唔到。系啊，搏到，扣廿三。冇 hero 机带住嗰边咧就麻烦好多。呢个卅六，唔使水得啊！最紧要打中佢啊！打中就得噶啦。命中再高啲，去到七十，减一点嘅攻击力应该都够扣佢嘅，系咯。
咁可以升级啦，升到 level 8。好，然后睇咪先，啱啊！暂时跟住喺后面，然之后咧就用呢个塔嚟去回一回血先，系嘛？至于呢边咧就烦好多啦，因为就六部机打三部机，其实唔系好特别着数。31万人合，呢个叫新31万人合定咩好？而家唔打得佢住喎，因为要毁灭咗佢。我先搞掂呢只先。爭好遠啦，搞掂先搞掂呢只角鬼可以隔，好啦，爭好遠啦，然後先再諗呢只。喂，數早40，睇落好似數早係相當之重要嘅。我有冇啲即集中啊？系闪住先啦，我惊俾佢打中，因为60%嘅机会。可以用加速喐多三步，但喐多三步都冇作用啊，所以算啦。睇先，有必中我用埋必中啦。跟住白色嗰啲手上，因为白色咧系有手下留情啊嘛，可以将佢减到得翻一。我依只系够厚血74，打中佢，哎呀！诶，好彩大家都闪过，咁都好少少。希望啊，即系打中佢嘅话，先扣嗰啲先，然之后咧。去到差唔多时候咧，白色就用即系手下留情去喐佢，扣到得翻一咧，就再揾啲魅力高嘅，睇下先，83差唔多啦，系咯，再揾呢两只走去说服佢投降。如意算盘就咁打啦，打唔打得响咧，就睇埋下个回合先。哇，佢主动走嚟打白色嘅啫。应该就唔会一夜扣35嘅，咁所以直头回避咯，算数啦。哇，唔系、绝招嚟喎，哎呀，几惊啊真系！极增援喺边度？喺边度出？哦，呢、這个位出嗱，咁啊应该又系出三四步啦，最少啊。咁我哋打完呢度咧，佢入面系有嘢攞嘅，所以都系要入一入去嘅。其实，不过就唔好理住啦，先搞掂咗。哇，岂有此理啊！走远，佢走远咗，直头系咁搞啊！同埋呢个回合搞唔到佢住，
哇，扣咗23嘅都系。应该杀人不死的，诶，得翻九系咯。哇！大家绝招互拼，好彩闪过。跟住，得翻九好难讲。集中先，因为其实。是有佢系有佢嘅危险程度喺入面噶，集中咗减低咗佢个命中率先。哇！见佢出招都好惊啊，真系。哇！但系佢其实麻麻啫，命中率原来减20噶。应该 OK 嘅，因为人哋得翻佢得翻一啫嘛，都说服唔到啊！真系唔知杀唔杀佢好啊！喂，都唔得，咁大镬！喂，有冇啲机魅力仲再劲啲啊？咦，有魅力94喎，我下次，因为呢个魅力83嘅，我下次搵啲魅力924同埋魅力89嗰啲出，走去说服佢先，魅力90嘅咁样，围住佢嚟说服，希望烦死到佢咯，即系罗家英咁样，哇，好似阿罗家英扮唐三藏啊，喺咩度揞佢咯，你投降啦，你投降啦。希望揞到佢顶唔顺，然之后就唔系死咯，而系真系愿意投降。好，就咁样先。我好担心啊！依一关可能又系要打成一个钟头。11同埋6应该差唔多啫，嗰、那个命中率，所以啱噶啦。好，防御啊，以防万一被打中，不过应该就唔会啦，咁低命中率，应该避到嘅。打我？你未死过呀？我叫咁耐未闪，我真系惊会唔会真系俾佢打中咧？好彩冇事。会唔会又有增援啊？其实唔惊啊！你增援一次过出我就惊嘅，你一只一只咁出，我使乜惊啊？真系。好，攞到特訓之數，特訓之數真係多10點經驗值，都係好事嚟嘅。好，打中嘅話有機會收拾咗佢啊，就咁。打唔中就冇計啊，仲要蝕俾佢添，冇鬼用。希望搞得掂啦，系咯，佢啲装甲呢种机应该装甲唔好劲嘅啫。
武器性能，哇，其实好渣啫喎呢两个。唔知留嚟做乜嘅？好，到呢边。俾啲说服失败嗰啲走前啊，走前啲去攞下嘢先吓。我哋揾啲魅力九廿四，得啦啩？魅力九廿四，八廿几话唔得啫，九廿四得啦啩？唔通要 hero 机过去先得？呢、这个依部魅力九十嘅，不过如果你九廿四都唔得，咁好难搞喎。又失败。试下啦，系围住系咁揿佢。咁鬼顽固嘅喂，啲油屎嚟嘅。我又闪过，唯有只 hero 机过嚟啦。左头左势。你阻到我咩？力增援有多一步，但系唔使惊。又打唔中，系咁蚀俾人，唉，你真系死咗算数。要稳稳阵阵清咗呢只，开条路俾V Gundam 过去啊！因为要，如果唔系咧，又搞到迟咗，即系万一打唔中，又迟多个回合先过去咧，咁啊，始终都尽量要减少个危险啦。啊，我哋同即系，尤其是白色，始终都系喺一个二十，即系有得二十。喂喂，唉，搞掂，加翻少少血先，好搞，唉，即系要 hero 机过嚟咧，先识做嘢啊！其他人先识开工。
呢可以呢度，其实呢度有两嚿嘢可以攞嘅。移动六，我如果咁样，我不如移一步落去攞下嘢，攞咗嘢先，咁样啦。要留翻射程远嗰啲咧，准备去打上面嗰啲。呢部未加满血，所以就留住喺度先。好啊，就咁啊。冇问题啊，我有必中，大家交换一招都系你唔着数嘅，系啊，扣一啫嘛，你使乜惊你？保热火焰，睇嚟仲有敌真联系啦，但系就唔需要太担心嗰啲敌真联。咦，哇唔使喎，原来有超根性喎。用我先啊，即刻加，因为咁样嘅话即刻加三分二血呢，即刻满血啊。即刻可以支援前线嘅战斗。呢、这个位置是有嘢攞嘅，友情之城，废废地啦。不过睇嚟我都应该要加嗰、那个，搵只加魅力加得劲啲，白色嗰个应该要加劲啲。我呢度满血啦。哇！直头都唔需要用高热火焰，我谂住可以打对剩翻少少。原来根本都唔需要，哇！得翻22就算啦。唉，你翻去唞啊！我原本又唔打算。嗰两宝唔知道打唔打佢，打就嫌佢废。我唔惊啊 ，one on one。
哇，仲有迪争喎，咦？呢只好似劲啲喎，睇个样啲颜色好似劲啲喎，会唔会啊？数组43喎，都唔差喎。哎哟，唔搞住，攞咗嘢先，同埋占领住个塔。咦，强化装甲板都好事嚟嘅，跟住呢度。一人再决定。呢度休息一下，补下血先。跟住呢边咧有嘢攞嘅，正义之心，又系啲，又唔可以话完全冇用嘅，唔系我最需要嘅嘢咯。哇，咁啊，道具差唔多攞晒噶啦，去到呢度。Hero 机基本上横行霸道啦，已经可以。哦，连唔好啦，唉，即系连俾后面嗰啲人杀下嚟攞。哎呀，喐咗添。照喐啊！一阵间用信赖啦，最多。吸下去先，我唔觉得同佢打会有几大危险。哇！但系真，有冇搞错啊？喂，咁鬼渣噶喂！人哋其实都唔系，因为你睇下人哋个属性，人哋嘅属性系水属性嚟噶嘛。喺陆地打，其实佢已经唔着数啦。唉，竟然唔识讲，点解仲用唔用必中咧？诶，用鬼埋咧？用埋都仲有两次可以用啊！但系呢度应该已经成功搞掂一只啦。左边只未喐啊？好，铁甲盲盒，佢都可以攻击噶。命中都仲有 86% 添，哇！好，好啊！接受你挑战。上面冇一部机打算喐喎，哇！咁样同我打对你有乜着数？F91都不是善类啊，咁我唔惊你两只喺咁样喺度磨嘅。冇增援啦，睇先，佢呢度系1-3，呢个位应该安全嘅。
可唔可以唔好咁渣？人哋水机嚟嘅大佬，唉，仲要俾人扣咗17点。可能会出嚟喎。应该会引到一步出嚟，都唔知话好唔好事啊！真系，咦？同你两个继续斗磨。上嚟佔據埋先，雖然冇乜實際作用啊，佔據佢都。白色攞下經驗值先啦，嗰個 next 係39。咁啊，萬無一失啦。应该是四系咯，所以在个射程外又不需要惊佢。好，赶过嚟参与战斗啦，要补满血未啊？哦，仲要等多回合，差不多啦。好，看下佢点样富裕环矿先。意識跟臨真係冇鬼用，两只喺度慢慢磨，反正都仲有几个回合啦，需要完啦最低限度。我每个回合杀一只都要仲要5-6个回合啦。哇，一啫喎！我就唔系啲一定要赶住喺几多个回合咧先就打死对手先即系打死对手嗰啲人嚟嘅，我就冇乜所谓嘅。扣到一就得啦，哇！仲扣20，好啦，咁啊，完成咗佢任务啦，其实已经啊，佢又呢只系未完成嘅，好似叫太空牛仔，佢又未完成任务嘅，啊，因为我而家就系要攞啲射程5嘅咧嚟去屈人哋射程啊。
翻五本，你唔好话俾我知。因为你走去，其实都恰佢啦，已经系。這个麻烦啲，因为四系个四点，不过睇下咩精神先。如果有必闪就好啲。分分钟下回合可以砌佢两只，白色的命中率咁鬼低嘅，点解？点解可以咁鬼低？已经唔系，唉，真系。喐得太慢，呢只又唔生性，应该呢个帝王万能盒好似叫啊，上到嚟都差唔多打完啦，全仗。啊，机战就打得多，但其实咧嗰啲先就哇得翻一啫，都唔知道要必闪好定必中好嘅。好，呢个回合就咁样先，睇下佢跟住点应先。佢都仲系死守唔喐。用埋信赖啦。啲精神流离啊，暴躁咩？好，咁啊，睇下依个回合点搞啦。
我搞定。升到 level 9。闪啊，最稳阵。啊，命中率几高先？57。唔紧要啦。因为佢既然有70几 HP 咁厚血，搏得过嘅。有冇得加速嘅？好慢喎，喐得好鬼慢喎。我系 hero 机，因为加得有翻咁上下劲，我直头杀埋添。咦死啦！呢度依嚿嘢我攞咗未啊？有嘢攞噶喎。但我好似冇，好似唔记得攞，算啦，翻去行一次睇下先。反正应该都赶唔到噶啦，应该两三个回合内我应该杀埋噶啦。哇！佢咁样打我嘅话，一个回合都可能搞掂。我而家好爽啊！真系有呢个感觉系咩感觉呢？就是、打第四次机械人大战嘅时候咯，啊，即系有一隻气力140以上嘅圣战士咁样咯，仲要系运动性改到最劲啦，啊 ，level 够高啦，可以两次行动嗰种。哎，系啊，未攞啊！哇，改良型照准保证器。正嘢嚟噶都，好彩攞咗咋。咦，有冇必中先？诶，集中都用啦。因为打中应该就死得噶。
乜用。用埋必中啊！我升到 level 十，得翻一只啫。加速先，好。但系变一型会唔会好啲啊？会唔会快啲啊？再系唔会啊？上个天好啲，反而应该够打噶啦，两只。定系要升佢收，定系要应该要收服佢啦。但系睇佢嘅样，我又唔觉得佢好劲啊，需要收服佢咯。虽然着数组48都几高，但系睇下我啲，真系38。呢个32，系只 hero 机57嘅，咁其实系咪应该要说服佢咧？但系佢呢只系近战机嚟嘅，跳躍是什麼？1、2、3、4，好了，待機先啦，應該不會追著我來打的。防御啦，佢打唔到我，佢打唔死我啊嘛！佢系咪喺个根据地上面咧？睇下佢有冇加能源就知啦。咦，似乎冇喎。哇，自己嗰边全机 HP 最大50%回复，哇正！但系其实我系想。仲有冇边队有？除咗白色，喂，白色有上都上唔到嚟啊！都唔使旨意打，睇下先，39好，冇晒能源添，喂，冇晒精神添，结果即刻命中率急跌。
埋呢次必中。试下碎得佢先，哦，搞掂，全部攻击加一，经验点加二十。咁所以又开始有啲机咧可以升到级啦。我系好睇数组嗰、那个，即系数组应该真系速度啊嗰、那个。哦，下一集就会系多岛海之决战啊！啊，呢个死之迷宫就咁打完，我哋下一集再见，就系第10集嘅多岛海之决战，拜拜。